用这个，这是新疆的烤馕。这是谁带的？长得好带的，大哥带的。是哪？你要来一口吗？我不吃，这太肉，就是你要什么大小的？那你问来干嘛啊？什么大小？我自己来了。哎，你弄半天原来可以自己来，那你又让我来？这是你属实是让我说，哎，我不会会，然后好吧，那我自己来，然后咔咔咔咔咔咔咔，那你来了，被嗅到，这是刀是真的，是个壳，那你怎么切的？哎，这不是平时用刀很笨，哦，这买超市片，烧烤酱，番茄，烧烤酱，切吧，你切吧，不要压力。那个说什么？会不会太肥了？这鲍鱼，你们怎么弄的鲍鱼？鲍鱼，哇，要做鲍鱼啊！鲍鱼，切一半行吗？鲍鱼，我蒜蓉切一下了。这一半肉是不能拿来炒的，太肥了。我仿佛这是活鲍鱼，是不是？这肥肉谁想要？我看到过怎么杀鲍鱼，不用杀，不用杀，直接整，直接整。你刀工很什么？很不怎么样。不是，你要想五花肉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的。但其实说实话，我有买切好，我一刀砍死你。但我们买的是比较厚一点的。啊，你要不要？小心手，小心手。咱能不吃这玩意儿不？我从来没吃过生蚝。真的，我们的 reaction 就是不管你切的结果怎么，我们 reaction、就是。哇，怎么吃切那么薄？哇，怎么切的？给我一下。哎呀，哇！他给我们厚切，很厚道啊！笑死，笑死你，太棒了！对啊，你今晚行吧，行吧，奖励你吃这一坨，他奖励你吃那一坨，多补补。那说实话，如果你正儿八经炒肉啊，再给你现成的还好不好？你给我这真的是难吃，没有吗？没对，我听懂了，哥，我帮你收拾，收拾。真的，哎呀，穿钱了，不是真的，哎，虾不穿钱哦，左然哥。啊，像你想穿进还是点开八车？家里面想怎么吃啊？开八车会唔会好啲？我，是不是要两个这种夹子？夹子，请坐。坐这个，坐里边。这生蚝你们谢谢。不是哦，谢谢兄弟。空气炸锅，我就会看空气炸锅炸的，再炸到啥样？熟了吧？哇，熟了，它本来就爆汁了。嗯，熟了，好香，是吗？好，哇，好辣啊！这个，哦，这是辣的，